现在时间是，你有带两条线吗？9:17，对，两条线。妈呀！差了，刚差了两下都没有插进口袋，所以叫了一声妈呀！好了，口袋没拉起来。我想把这个放去放在口袋拉好。我要把一个东西放去下面，因为我都觉得很怕我的那个扩张机会把我的手机压烂。什么把你手机压烂？扩张机。哦，现在是硬的东西，然后我每次摔倒，摔摔摔。嗯。今天的练习还是继续重心脚，然后平着平板子的时候要合并一点。好，今天我的重点是这个嘛。嗯。后来就会很自然的就那样，不管多慌，那一只脚就会一直知道，那只脚会知道要坚持。最后那种慌乱的东西就会被那只脚扭转回来。我要练习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抖的来练，因为平的我觉得很不好练，太平也不好练。没有没有，那你会不会最后练到变成跟我一样，先学会刹车就？不会，我不会刹车啊，我不会刹车，我不会学刹。我就是说，因为那个通常都是突然间有个动作，觉得这个还不错。我觉得会不会是我昨天添了两颗？我今天真的觉得膝盖有好一点了。你说昨天怎样？添了两颗在膝盖上。嗯，好，那就好，那就好。不知道，我现在觉得膝盖没有那么不，还是第一趟，所以膝盖没有不舒服。嗯，这样是几度？8度？10度？负8度是。不是，我是说现在这个坡度。好，我们一定觉得缓的，8度吧。我现在的挑战就是在8度，我也能做出 S， 而且我能控制够快够慢。但是它很短啊。你说左右短还是？对，宽度很窄。啊、那就是那种不 S 的 S 啊、嗯，就是说我要能感受到我怎么去控制速度。咬过去一点。就是我想要定在某个速度，就能定在某个速度，那就是我的要努力的课题。我是忽快忽慢，所以 S 做不出来。我真的有点在想，我真的鞋子是不是买太大、啊？为什么？鞋脚的确有一点在鞋子里面晃的感觉。哪边晃？你要是前后顶，同时有顶住。前后也蛮紧的 啊，也蛮紧的啊，因为那时候他也拿我的里出来看。我的脚真的就是有那么大、啊，那怎么会晃呢？还是右脚在晃，因为对，因为右脚我右脚比左脚小啊。那你右脚、中午换右脚多扣一个。我右脚目前已经扣到最后了，你看我已经扣到最后。好啊，那就可以了，其实也可以了。那左脚嘞？嗯，左脚有扣到最后吗？没有，左脚少一个。对啊，那就可以了。哎，往左边。嗯，好，动一动，小动一动。哎、欸，棒棒。开合就好。哦，好好。开合，哦。好，开合，开合，动起来哈。
你等等，我先走。嗯，这样不是会一直刹车吗？要久一点。好，安全带下去也是一样哦，只是这次要转起来，我把它转起来。哦，你可以在转弯的时候开，然后转弯过去之后变把它变平。好，把脚动起来就对了，尤其是平的时候，记得两个脚要平行，可以吗？好，开合开合，把脚动起来。转的，啊，河，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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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另外一脚合，嗯，另外一脚合，有可能有，坐一趟车，就是这样开合，大腿很酸哎，哪里酸？大腿，站起来啊，等下你蹲下去。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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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的大腿会很酸。哦，好吧。不知不觉。
能分开一点。他一定要看到才能让他过。好了，终于看到了。他的手套。なお、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回収機で4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すから、乗車位置に着き、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准备重心的那只脚开出去，对，嗯，然后思考一下，嗯，然后另外一脚合过来，合过来之后，就是把弯转完的时候，嗯，哦，所以就不要像刚刚那样，最后停在我旁边的时候都是直线下来，嗯，我没有要你刹车，所以大腿不会那么酸，嗯，只是太没有，我又觉得我的酸是因为我忘记贴鞋舌，嗯嗯，那你可以贴一下吗？嗯嗯，好，等一下是这样子哦，开过去站稳，然后合过来，开过去站稳。我要一起练。对，这是大家一起的。嗯，这样比较感觉确定他在刹车。没有刹哦。我是说有咬住，有咬住，对。对，他会咬到，然后你横过来。我就觉得我都没有咬住，我要这样慢慢感觉是不是要怎么咬住。只有反光才看得到，没反光就看不到。我知道这个是薄的，因为这是细胶的，很薄。那它的不是细胶？
光那应该可能也是哦，因为才能耐200多度吧。我就觉得因为有这个线路，原本是坐垫呢、啊，坐垫也可以放啊。结的姐姐的是像橡胶或是细胶的。我昨天帮你想说，代购我们平常到底代购什么？就是东西又小又有钻头啊，我就突然想不起来。对啊，每一年都因为现在代药太多限制了，不然代药不能代药啊。对啊，现在代药限制太多了。嗯，那代什么是最划算的啊？最划算？最近没有啊。以前有一阵是 iPhone 啊，那但是那个价格每次都变了。每一年都不一样。日本我现在也不知道买什么。对啊，带什么？就有人许愿呢，就说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哦，就反正就把它找出来。我先走。好。我好像太慢了，开过去，转回来，开过去，转回来，开过去，转回来，开过去。小心。我超慢的，坚持找一段。我因为我就会停下来呀、啊。我做对方来上做这个动作。
了，太慢了。哦。十八字当然慢啊，你又不合。我有合啊。你跟着我，看我的车型啊，看我的脚板。把你的手等一下放轻松，张开，张开。这只脚在开的时候，那个身体重量也跟着跟过来一点点，下去一点。对，然后不用太明显。然后让你的板子直接走出去，不要刹车的感觉。每一趟刹车你就会越来越慢。一踩出去有刹车就越来越慢。我只是跨出去让它往前滑而已。直接进到 full line 那种感觉。来，先跟着我走，来。偷偷在刹车哦。在刹车就会刹车，这样的脚板本身就好不惯。好，所以等一下呢，好来走，你继续走。你下多一点。在前面哦。好，来手张开，过来合起来。这脚就合不起。慢，为什么你的会重？开出去的时候人要站出去。好，对，人站上去了，合，对，人站上去再合。好，来开，人站上去，合。身体过去太多了，开，太多了，太多了。人不要翻到雪板的另外一边哦，会倒下去哦。然后这边哦。对对对，不要翻过去哦。因为要用力。太多了。来，人在中间。合。很不受控。来，你的身体可以朝前，不准动。开合，对，开始，开，看前面不准动。再来一次，看前面不准动。好。习惯把你的身体持续朝前。持续朝前，因为你转弯的时候，你的身体在转。
去吧。要有斜度，要有斜度了。那刚刚这样 OK 吗？那太平了。那这样还 OK 吗？这样没有，还是要在平的地方先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太平的地方，太平我真的做不出来。Okay, 所以像刚刚那样还 OK 吗 ？OK。那你觉得滑下来，然后脚合起来是比较顺？因为推出去先就很确定带就是这只脚站，这样才不会搞错。耶、yeah ！今天都用这个滑法就好，可以吗？这样不好看啊，不会不好看，我去录影比昨天好看，因为你下来有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看下面。嗯。如果你自己跟的话，就会一样，就不好看哦。哦。所以我们要往好看的方向前进。好，这样不会不好看，是不是？这样不会不好看。好，因为你昨天也是开的嘛，而且你开的是从头到尾都开啊，今天有合起来一点呢、啊。哦。对不对？开合就是跟他们一样漂亮。好。开完了吗？开好一下。我要拿吗？不用。你想拿吗？不喜欢拿。啊？不喜欢拿。
要滑得很舒服。还可以，还可以，因为这个更确定哪一脚对。很棒哎、欸。嗯。我也觉得我比较 S 了。你刚刚看起来这样子就。而且我有办法跟上你的膝盖还是痛哦，自以为刚以为啊、哦、膝盖很舒服啊，没有，我只有贴那个针灸棒在我的膝盖上，我刚一开始以为膝盖不会痛，但现在还是会，哈哈，气死我了，应该还没乐观，哈哈哈哈，你在练后溜哦，脚，我觉得我要一直瞧我的脚，把它扭过去。不要扭，不要扭。但是它不对齐呀、啊，我没有。对齐没有关系，对的。如果你它没有对齐，不能怪它。你要怪的是另外一只脚，你怪错人了。但是我有站在这只脚，我这只脚还是扭不过来、欸。当你这只脚站稳了，你另外一脚自然就可以。你那只脚没站稳，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来回。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我真的已经站在这只。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已经站好了，但是这只脚就是不跟过来，我就会扭它。上去的时候可以站在那边上面多一点点。你说压这边吗？身体呢？对对对，一点点而已，没有很多。站上去的时候刚好是内侧，站过去人不能转。嗯。哦，在开合这个练习的时候，如果你开出去。如果你开出去，你血管先跑了这边，大概就是你这些转。嗯。好吗？血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嗯，太快了。血管。嗯。如果先跑到这个地方，那就代表大概就是你人也已经是 over 了。嗯。然后你这个是有重量的。哦，你要在我前面吗？好 ，Go。那话你跟着我的线啊。哦，那你标线很奇怪哦。啊、你的线标很奇怪哦。
什么什么？哦，糟了，我没有那个。没关系，我在这。哎，讲。好。好。没有，还是不行啊。对啊，没有，还是不行啊。没有，可以这样。检查一下角度吗？好的。哎呦，还是痛哎，气死了，还是好痛，气死了。烦呢。嗯。刚最好这个。嗯。嗯。小朋友要努力滑，太缓了，太缓了。你觉得这是人脚吗？还是动物脚？动物啊，因为前面有梁子。对啊，是什么啊？谁半夜出来啊？好可爱哦、喔！熊出来帮忙关电源，去变电箱帮你关。所以你觉得是人哦、喔？怎么会是人？很可爱耶、欸！前面有梁子啊，那里你看，那里你看，哪里？那里啊。对啊，而且你看那么细，而且走一条线，那个怎么会是人？他去哪里呀、啊？好想知道他去哪里哦、喔。不知道。从边边走下来，他们的路线选择都是正上方、欸。什么？雪橇的正上方。嗯。走在线上。你确定是人吗？那脚又有点小。我就说不是人啊。足迹。人还走一直线啊。那这脚更可爱了，啊，是什么啊？从上面呢、欸？上面，你看，你看，就是还在延续。这脚又更小了。欸，你看，有了，你有没有看那个？有，很像肉掌，有肉掌。很可爱耶、欸，它到底是什么？野狐啊，它要不要钻洞？哦，你说，嘿，跳。有啊，刚一路看好可爱哦、喔，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进去啦。其实这里也有。对啊。搞不好我们刚在滑，他们就在里面偷看。
啊，这个要拿那个签名的才能滑的。什么意思？解放 area 就是说你要跟他签说你的技术达到一定准则怎样怎样，而且也知道说这一段收就是要签的。签下去之后带着这个牌子才可以来滑这条路。好冷哦，刚刚还觉得热热的，现在怎么坐一坐觉得好冷。跟他涂了一下，而且那种涂起来的那个 binding 应该要调到够力才行吧，你会跳掉。对啊，我们的这种等级的应该会跳掉，爽爽的。好冷，我现在已经比较赶光电路了，刚刚的练习。我发现山斜斜的时候光电步感觉好像站得很冷，好像下楼梯一样。好冷哦。那里还有右边，帮帮帮。这比较像，刚一瞬间很像斜斜，这个比较像漏掌，有一些漏掌。很安心的练习。活血，活血。好冷。现在还好了。上坡脚推嘛，对，我们出去的时候是准备上坡脚推，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开出去的时候身体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对吧？对吧？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因为想要录完，你开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连身体也一起出去。哦，所以是弯是先出去然后再过来再靠回来，不要转。对，你的脚开出去身体不用做任何的扭转，只是脚开出去，开出去的时候就刚好重心就放上去，所以我身体没有任何扭转，然后顺着它下去，
我的身体，我的这个肩膀，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把它先转过去，对吧？看出来吗？我的肩膀的位置。它的圆都很漂亮。大家都去哦。没有，我想说，回头。身体都没动了。收脚的时候已经重心完全在另外一脚了。它的好正哦，手张开真的蛮有帮助，往前一点点，对，然后到前面一点点，前面一点点，我先啊。只是脚转的还不太够，所以你的脚收不回来，因为重心它出不去太多，因为你没有把那个下面这个弯啊，下半段这边，你把它转过来一点，它这个压力会集中在你的外脚，那你里面那只脚就可以收。好，不过我觉得好很多。好，对，还不错。所以要练那个重心这样转的步调。对，还不错。对，然后你就可以让。就是现在手比较开嘛，所以比较容易站起来的时候就往大往前推行，尤其是开的时候，前段，后段，又要转。所以基本上就算是你不用平行的，它的重心总量也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只是你想要不要靠而已。对，要不然那么快靠过来。对，我们会越来越早靠过来。我们现在弯这个弯的时候，我们开始开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到下半段才收，但是会越来越小，因为我自己滑路开的话，我可能开我就可以收。还是那个重心转换的步调还是最重要。对，重心有过去是最重要的。OK， 然后之后可能慢慢的变成全部平行开始，我现在没有开，我让它顺了出来。对，只是单纯对我重心先讲了，整个顺了过去掉，就会变成平行。然后后面才是，我觉得后面一定要有往水平的瞬间。
重点会有恶化吗？没有没有，我再把鞋子穿紧一点。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说鞋子太大了，害我有点怀疑。里面有点空，对不对？就是我的脚，其实它会觉得后跟要飞起来了。对，有点太大。但是穿脚又很不舒服啊，很矛盾哎。这样刚好合脚对。但是我就两脚一大一小啊。哦，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脚比较还好的。对啊。什么缆车？对面的。最远的那一个。最远的。直接一路冲到对面就对了。要不要走？我在看在哪里呀、啊？最远的那一个，一路冲过去就对了。哦。酸了，第一趟真的不会。
立然说啊，我好了，我好了，那个针灸半身有用。他不可以，好了，他有帮你维持。昨天的速度是洗一咻洗一咻，今天要尽量让它不要快慢超太多。对对对对，先会 smooth， 然后我们再来加速度。嗯，对。你的毛巾来借我。毛巾哦，拿得到吗？拿得到，左手的裤，左边的裤子口袋。你确定好拿到哦？确定。但是要往上拉扯，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痛苦。怎么办？今天最后一天了，要回家了。怎么办？再多花几天，你脚也不行了。对，我看过，我觉得三天是我的极限的。看见，你有时候三天是你热完身的时候。嗯，你好像上次也这样讲哈。但是其实就是已经很酸痛啊。第四天就不会酸痛。没有超过第四天。因为第三天，因为其实酸痛会累积两天呢、啊。所以你今天第一天的酸会一直累积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没了。那第二天的？第二天你已经没那么酸了。对，你对它累积大部分都是第一天来的。对，有点强化了这样。还是都给你？不要，先放你那，我怕又被我保丢。被保丢。对。拉拉链四个。你要不要洗一洗？要回家翻哦。你吸了过五分钟还是一样、啊？没关系，至少现在舒服的。哦，那你不如趁现在转面。不要不要，不要拿我很麻烦。对啊，嗯，我同事也是刚好滑到今天，明天回家。真的？对啊，然后他就说哇，我们头一天结业，然后就说哦，我超佩服他滑八天的。啊、哦，他去哪里滑八天？就鹿岛乡加白马。哦。总团是十天，那个嘞，八天。那个他受伤那个嘞，女同事。就同一个人啊。欸、我同事就只有他一个在滑而已。哎、欸，不是他男朋友带他。对啊。然后他那、啊、现在怎么样？还没回去。对啊，他说滑小心一点而已。哦、他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膝盖会痛？”我就说：“知道、啊。”他说：“那你还滑哦？”他说：“叫我滑初级就好。”我说：“还好，还好。”其实也还好。就其实不是那个痛就是在那，对不对？你会初级跟中级没什么分别，好像没什么分别，对不对？那就对了。因为我只是在想说，真的治得好哦，你要给我信心。治得好啦，你要给他时间，然后你要去请做复健。你觉得二月二十二要去苗场来得及好？但是苗场还是会改善，对，但是可以改善。因为这种附件，尤其是已经是旧伤的附件，你没有个半年，其实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太直接的效果。但是你要持续有运动，持续有附件。那我那时候是从一开始我打球，我那时候打网球嘛，一开始学网球的时候，我大概学网球之前才刚开始附件而已，因为我那也是很旧的伤。那是怎么摔的弄的？没有，那时候以前那个爬山的时候受伤的。那爬山那时候有做复健，但是很一般的复健、然后半年后就一年，就反正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复健、然后工作一两年就开始觉得不对，就膝盖就越来越不舒服、然后运动什么都很容易水肿这样。呵呵呵，对，然后那个
开始在打网球的时候，就应该是我差不多已经先去刚好已经先人家先介绍我去找那个副治疗师了。嗯，我刚来附近没多久，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说，哎、欸，我开始学网球。嗯，然后就说那你就是，你那时候一个礼拜就是一天嘛。嗯，然后打完就一定冰敷。嗯，每天打完一定要冰敷，不然他隔天你是肿的。嗯，就是打其实打到最后就红的啦，就是怎么都红的。膝盖就红到。对啊，就每天就打那一个礼拜打那两个小时，我膝盖就红了。对，所以就一定要冰敷这样。嗯，对，然后慢慢治疗，然后到后来就变成是可以打两三天。嗯，然后一开始是一个礼拜一天啦、啊、然后冰敷，然后后来就变成不用冰敷，只需要拉筋。嗯，然后后来就变两三天，一个礼拜可以打两三天，然后扎筋就好。呵呵，对，然后到最后一个礼拜可以打三，因为我一直都是去，一直还想去啊，我一直都是去，就是因为有时候做保养啊。嗯，有时候就我一直，然后就是膝盖弄好，就是做腰啊，做哪里有没的这样。对。哦、嗯。我就骨扣太紧、欸，我脚现在好痛。但是因为你的脚都会浮起来，这样子也不太好。对，但现在你把第二个跟第三个扣紧，然后上面松一点。你是四扣的吗？对。嗯，四个，哎，我是四个，我也是。对啊，你这样把下面先，你这样先放松、嗯，每次坐缆车的时候放松。哦，嗯，然后滑的时候扣回去。好，因为我觉得好，突然觉得这里好麻哦。嗯，因为你现在它这样拖着，它刚好压在那边，你等它松开，然后动一动，不会马上再扣起来。先少扣一点。有些人的鞋就是。定做的，或者是那种会非常非常紧，那个包一整天下来都麻的、嗯，然后他们就都会做完车的时候松掉，有些也有松，然后他们都扣紧，就是要这么紧，对不对？觉得好紧，好紧，就把它收松一点。这个后太紧了，扣了就好了。真的也很松哎、欸，有不是这个哎、欸，是这个、啊。因为你已经扣上去了，它会短时间内就是那个位置，所以你就扣着就好了，没关系。对对对，就扣着就好。然后再动一动。嗯，是这个。OK 吗？嗯，好。我都没有帮你拍耶、欸、让我前面我再帮你拍。 Hello 大家回头看。 Hello Hello 来了来了 Hello 好、我面罩里面的嘴巴有在笑、啊，哈哈哈哈，这样也好，白笑了。
你先，我先，你先。好，你先，好，你先。慢慢换也是 OK 的嘛。对，慢慢换也是 OK 的，但是要换到越早开始越好。对，所以你可以让你自己越早一开过去，然后自己越早就过去了。对，对，今天左右脚差别就在于，那右脚很敢放，所以你放出去了。左边的话则是它没有那么出去，你左边再让它更明确一点，那整个出去没有关系，好，更明确一点。好，来，我们开合到前面来。走吗？我先啊！对啊，对啊，你们一定会超过我，我速度超慢哎。
只是这里斜飘不平哎、欸。啊？这里斜飘不平哎、欸。不平哦。你不觉得这样推，然后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就一直抖。欸、推出去的时候，身体要跟过去哦，你就踩着它就好了。开心啊！就是觉得它还是一颗一颗在跳。一颗一颗在跳没关系，因为地上有些那个这种比较硬的这种的。嗯。对，那、啊、你就顺着它走就好了。嗯。膝盖弯，让它吸收掉，不要被它震走。嗯。好，不要被它吓跑了。嗯。好、啊。我要把后面的路开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好，这是弯的，因为它抖的 tempo 比较快，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乱掉。所以在缓的时候，就是把那个 tempo 再熟悉回来。好累。
好，走这个小桥就好了。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对。进去之后，我们不先经过的窟窿吗？对。那个窟窿上去之后，你就沿路都贴左边。好。比较缓是不是？对，但是他还是有些颠簸的地方哦。好，好。跟着他走，不要被他吓到。好。哦。好。好，走。你们先，我可能会跌倒在路上。孟宇轩，因为我应该会跌倒。搞不好是我跌倒。你不要跟我跟太近，你会被我吓到。好。如果我跌倒的话。好。哎，一定要往前面一点。You may go first. Thank you. Thank you. Because I may fail. 去的样子，哎，就是你有爬过一次，欸、有一次有上完。OK， 我知道我们在小叮当啊，第一堂课他就叫我们练这个，你知道吗？练到跑腿都没力了。来吧，对啊，快练这个。对啊，来，左边嘛，对不对？对。所以刚刚那就真的是大魔神哦，他会出动啊。有，昨天那个碟太重了啦，真惨。压力好大啊！就昨天那天跌了一下，真的很重。我问一下，像他那种连续的这种大大小小的，跟那个左右高低不平的时候，那个到底是要用哪一块哪里的肌肉去控制，对不对？是不要管大腿还是？对，就是你的身体啊，尽量维持在相同的高度。但是那个大腿就很吃力啊。对，所以大腿就可能会要这样子动。对啊，所以 OK， 那就是。对对对，在这种颠簸的时候，就是做这个。那所以滑野雪也是这样嘛，基本上就是你大腿很吃力。对。滑野雪一样，就是大腿是这样维持在同样的高度的动，然后才去吸收训练费。所以就会比较吃力。如果说你后座就会更吃力，就是事实。对对对。如果你往前一点，大头也会吃力。好，走。你在钓鱼啊？
上厕所而已，是不是？对。那我快点，我们来堆雪球。我想去躺一下算了。人家马上上厕所就要出来了呢。那你要去哪里堆？找雪啊。后面那么远，走过去再走回来，时间这里而已啊。很难呢、欸，很难呢、欸，因为我们的雪太软了。要扁一点，要紧。我有用力，我紧。你帮啊？你可以帮我用录的吗？证明我没有办法堆紧它。我要给传给雨伦看。很难呢、欸，很难，太软了啦。我不行哎、欸，没有办法。你抓一把丢上去啊，丢这个东西。太软，太软了。你来试试看，你来试试看。丢前面一点。不是啊，你来试试看啊。你来试试看啦、啊。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弄出一颗球？既然你不行，我也不行。够小力一点吗？就很快就碎掉了、啊。我手没有办法用力。所以它才叫松雪，它结不起来，它是松雪。对对。对，结不起来。对啊。你搓一搓还是分开的，对啊，没办法，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滑啊。要是它能粘在一起的话，压一压粘在一起。那我来躺躺看哦、喔，你再帮我拍掉、喔。你不要，你头不要下去哦、喔，你每次都沾到帽子那一团。我只是想坐着。我头要下去啊！你帮我拍啊！腿超松的、欸，好了吗？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哦，哎呦，有点硬呢、欸。推不出来。啊？推不出来，太硬了。你是有晒到太阳那边？算了，那边太平了。坐着休息一下。很舒服哎、欸！我就是要坐着休息。帮我看我的背后啦。你背后一定有。坐缆车的时候再来敲吗？你头没有着着下去的话就……我有，我有。太糟糕。好舒服哦，坐在这又凉快，真舒服。教练说先松开，等会再弄紧。我现在超紧，很痛。打不开、欸。好舒服哦。哦，松开一下。
是。帽子，帽子，帽子比上次少很多，所以没有，是不是？对，袋子上有，因为我有顶上。穿起来都比这高了，小班吧，小班穿起来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球，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拿那个像捏的、啊、那个挖冰淇淋球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那个捏的，对。我很想买一根那个，还买一个。但是雪球制造机，真的夹这样夹进去。对呀、啊，那个才能用啊，它才够扎实，自己捏。现在打都还蛮痛。真的有实在的。因为你把它捏到那么死，不就变冰块了吗？
没有没有到冰块的程度，对，没有到冰块的程度，很重很重。暖了，我们等一下往右边那一条。全身热热的。哦，热哦，暖的那就好。嗯。休一天嘛，对啊，五六点出现帮他们看鞋子，对，然后就休息，对。但是觉得你这样也好超哦，蛮超的哎。所以等一下来去研究一下马杀鸡好了。对啊，因为我们的上一班你是接着的，嗯，对，比上班还累，还要上六天一个礼拜，体力的累。嗯，回返然后计划这样，六天 OK 啊，六天 OK 啊，一定一休，他有休到一天啊，对，多一点。树顶上没有，对啊，或是树枝上都没有，都枯枯的、啊。今没有下雪，今天有哎、欸，昨天你在那边讲说没有新雪，没有新雪，我们在泡温泉的时候背后凉凉的，就有下了，哎、欸，一点点，哎呀，大概是一点点，一点点。反正晴天也是好事了，就这样。而且这雪又那么松，对啊，不下就算了。今天不是就是礼拜六了吗？所以还好哎、欸。对啊，还好。对啊，跟你讲，这边人超少的哦。生意不好吗？这边因为他这附近也没有什么人、啊，这附近有很多，也不算有很多小雪场，因为这附近人口也不多吧。嗯，对啊。然后主要来游客，那游客有些又不是那个。不是要来滑雪的，就住那个饭店的人不一定是滑雪的，嗯嗯，很多是一般游客而已，就是那种进来来照照相片就走了，对啊，团进来一天，然后打个港多啦，然后晚上逛逛，然后就隔天就走了，所以他经营困难，所以才要卖给大陆人嘛。他经营应该不困难吧，应该超赚的吧，光那饭店就赚的吧。他为什么要卖给大陆人？大陆出资啊，然后就大陆游客变很多。对啊，还有，好像大陆听说中国大陆那边有主推这边。是哦。他说这我之前问啊，我说那为什么大家会来这里？他说现在就大家都觉得这边很红这样。对，我昨天我们两个我就跟他讲说，不知道这种能够来这里玩的大陆人在那边是多有钱的。我跟你讲，大陆人出国玩呢、啊，要么就很有钱，要么就装有钱。哦，对，也是有装有钱的嘛。就是回去他没有办法过那么富裕的也有，因为就跟我去纽西兰玩的一样，就是都会想要装有钱，装阔。嗯，对。就是说男的，我们都要最好的这样。就花那么一次。对。但是有些人真有钱，因为一点小钱都看不在眼里。对啊，我就搞不清楚，而且都带一个小孩，然后好像很宠的样子，在餐厅就很吵很吵，就哇哇叫，然后有人欠揍。
刚那些小朋友要出动，他们很可爱耶。好，都会有一边比较好，一边比较差，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习惯。哇！好，所以像你现在右脚弯的时候，左边就比较可以进来了，对不对？嗯。左脚弯的时候就不行，所以你就要知道它的差异在哪里。嗯。哦，基本上真的不是你右脚的错，是你之前没有把它靠到左脚来。好。哦，好吗？好。啊，所以慢慢来没有关系哈，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这边看看。等一下，在后巷他们停设那个电线杆，缆车柱，嗯，过桥脚根本没有滑开，啊、我从后面看，他脚根本就没有撑开。啊、我再试好了。对啊，就是有一段他就跑到里面去啊。对啊，你我有观察你，他脚伸出去的同时啊，好、嗯哦、人也跟着出去。我要下去一点。对对对，人也跟着出去一点哦，因为现在比较陡的坡了。好。哦、所以人要跟着出去快一点，然后所以脚不要把它推远远的哦。好。把脚跨开的那一下，不要把脚推远。把脚跨开那一下是人跟着在它的上面，好，好吗？好，好，就正常滑，然后加前脚进去。你就看你要滑全平行的，还是要滑开合的，都可以，但是你要把重心确立就好了。好，小力把弯控制住就好了哈。好。好。嗯，下一次再去滑，继续滑。过去。好，你们先。玩我到最后。看你们吧，你先。地理滑得好轻松哦。嗯
好，你帮我观察我的姿势。只是这个有点陡，我可能一下就看不到你了。我尽量要慢下来。因为我刚看，我就看着你，看你脚有没有开合，还是你没有要开合也没差。我没有要开合，但是我的弯一定要 S。如果我突然间急刹，我就是不满意。好。好酸哦，就还是会酸呐、啊。要走你会比较害怕。慢慢来没有关系，来雪杖给我。啊，要给你。你要给我比较轻松一点哦。好，这边有点野雪哦，但不要怕，一样往过来，走到外面下来，不出来外面。好。好，没有，哎呦，对，蛮舒服的，哎，真的是是是，哎呀，好痛。好，哎呦，不用，等我一下。哎呦，好。好。滚下来了，你问到旁边去啊？为什么会滚下来？因为害怕，害怕往下的那一段。我们要多滑，然后多去体验一下，就避免在风麦的时候刹车。下次的话顺顺的下去，它这边下面这边转上来，它才会慢下来。好。
好。会注意吗？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以为摸只是想摸，但是不用真的摸。我叫你真的摸。哈哈哈哈哈。这又是陡坡了，没事没事，一路弯就摸过去。哼。弯着摸过去，这样比较不会烫。好，脚就顺着走就好了。好。啊，有看到前面正前方下去之后，后面有没有都是平的？哦，所以有些人到最下面就开始冲刺，有看到？哦，所以等一下这个坡滑完之后，买不行了。这个、坡滑完之后，像这个直接直线走。那我当然会到不了。不会啊，还是缓缓的往前走。好。好，等一下看一下人潮，没有人就出发。好，来。哦，方向 OK 吗 ？OK， 谢谢 OK。你要不要在我前面？张开就好。好，预备 ，Go！ 张开就去摸了，摸着，摸着。准备下来，摸着，然后摸着，准备，准备，准备好 ，Go！ 还要溜吗？不是，我是说还要继续冲吗？我很想跪，不动。
看看，好的很。我快又摔倒了，胖子。其实倒的时候会紧张，我刚也滑了好几下，好久了。下来的时候有看到 ，Park 就是那种玩特技的那种地方。嗯，你是说这边的波还是这边啊？就是小波前面的右边有。哦、我刚也是找波啊。那边其实可以跳，但是教练没叫我们跳，教练叫我们吸收。嗯、但是我刚有一下不小心跳下去。就是这个啊，我们刚滑的就是这个，左边那个。哎、啊欸，那 Park 在哪？ Park 是左边还是右边？我刚才上面斜坡有看到。看你有时候还在那边唱歌，哪有故作轻松啊？有吗？有啊，有时候会哼一下。有啊。然后每次有小波波就有，有吗？那我有看到小波就会。但是你看到我没收起来，我那个时候是慌乱，而且我会滑出去，但是我滑出去就算了，但接着还是会救回来，回山会把我救回来。那回山就是说，反正该踩的那只脚还是会踩，踩对就好，继续踩，它就回山就好。而且这里那么宽，远远的回山一路回上去，我就觉得好棒哦。对 ，Park 在那，两个橘橘的有没有？嗯，就是那个铁条什么的。哦。啊，对他们两个来说，是不是想练黑线？不会，他们也在修动作。嗯。他们跟我类似的问题，就是身体会先转。嗯。所以今天教练带我们的做那个蛙的练习，我觉得哦超棒，撇出去，连我也刚好渐渐变成 S 了、嗯、但是我在导播一紧张，我就又变回自制性、嗯、我现在要做到的就是说，在边边转弯的那一下、嗯、不是突然转，是要弯勾回来，但是因为在边边要转的那一下通常就是速度开始变快，我就要克服一下，或者是说我要懂得什么时候该进弯？我是太晚进才会速度太快。嗯。还有就是上一次的回山，就是把速度收回来一点。反正知道最后始终会慢下来，或者是说
这么快，其实好像也不会出什么事，就会越来越不紧张。不过刚那个抖抖的还是紧张了一些。这个刮的很深，怎么刮的很深？那个是松雪、这边就乱雪啊。哦，那算了。我刚刚就有一次就滑到这里面，颗粒很多，然后就咚，然后就摔倒。你是说阻力突然变大？要出来，紧张吧，就嘣就摔倒。对啊，会紧张。那你有没有觉得突然阻力变大？也不知道，反正那个瞬间也搞不清楚，回去再看就知道。就摔倒。要来一次吗？应该是哦，他要让我们练熟练。对啊，我觉得就是缺练习啊。我就然后每年就这样三天而已。所以我们下次也要报个那种长期一点的嘛。不要，就是报两次。不是啊，但是你说看看我们苗场会不会就比较厉害了？一定会啊。就是我就说一个雪季要滑两次啊，就是这样。然后等到某一个等级，就是某种抖抖，我们两个都不怕的时候，接着就可以去那种别的场地玩。然后要不要照练是随便，就是我们自己不会紧张，以后脑子里就可以记很多修的方法，那才可以自己练自修。没有，到不了。还好。该休息了。刚刚那个再一次，这边有巧克力，有没有人要？有没有要先补充两颗巧克力？来，你们要等我一下哈，要很慢才会到。比较不紧张吧，这前面太紧张。没有，我觉得要给我滑个十次，我才会不紧张，那就会好了。那你选到门票给我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怎么样？怎么样？你肚子饿了？饿了，一趟我们就去旁边吃饭。没关系，可以继续吧。你送一下巧克力就可以送我这样。你要不要？好啊，给他，我给他就好。好，谢谢。我还有很多。不用不用，给他就好了，我不用我不用。谢谢。因为我觉得昨天第一次拦我不是不好吗？第二次就比较好，因为就没那么怕了。所以不是昨天的拦。嗯。然后这个的话，因为才滑过这么一次，很紧张，再让我一次会习惯一点，好吧？好。滑。那你们看起来都很轻松哎，他们会不会想滑黑的啊？基础够滑溜。前脚就是摔的。现在目标是要能够享受那个下，就是根本弯道。哦，就是根本完全就很轻松、自由自在那种感觉。有很多滑法，你可以在这边滑多一点的，或者是你要卡底那种感觉，整个踩得很死的那种感觉的。各种各样滑法都可以练一下。我现在练好往下冲大弯。往下冲大弯一下。
然后就这一趟完就休息，因为这一趟很超。对啊。你要先，我先。你先好了。我不知道他是要一个一个吗？停啊，等我们。好好停。他录影。所以要一个一个。他录影，对。所以你等你叔叔滑完，你再滑。换你啊！我下了，看起来还好吗？还不错啊。
好，莫你先。你先。你先。我在照面。哦，好了。太开了，太开了，推太开了吗？你的脚一直维持在非常宽的宽度，你说脚收不起来，收不起来，它就没办法帮你。嗯，对，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坐得太后面了，所以大腿会很酸。嗯，嗯，还是先让它稍微没那么陡，好，再重新再体会一次就好了。好，整体来说是顺顺的下的，嗯，只是会比较累一点。好，好，把脚合起来一点哦，合起来一点。开的时候一定的宽度就好了。开太开的。两脚都开开啊！哦，啊。你要先吗？
我哪里要开始冲啊？一样啊，就是到最后下去有一段这边平啊，没那么陡的时候。好。我可能一次只能单攻，所以我只能一次记得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单攻。然后现在就花怎么样？就也没有那么累，因为好像刚刚风太大，你要收也收不回来。对啊，他看起来他也比较没那么累。